兄弟们，现在11点了，拍夜外。我刚看到一个熟人，纯属不吹。兄弟们，半夜12点，导演还加了一场绝缘关系，不加钱出不去吧。兄弟们，今年第一次粘轴干了，昨天啊又是端盘子，又是埋尸体刨坟，啊一直干到凌晨的4点多，好家伙，凌晨5点半集合，继续演男仆。可能我演男仆演得好，又是端盘子，又是挪粉，镜头比较多。我在演公子哥，不就穿帮了吗？嗯，一定是这样。不多说了，9点半出发，休息一会儿。兄弟们，衣服穿好了，又是男仆，又看着别人搁那吃香的喝辣的。哇哇哇，这都是舞蹈分子呀。兄弟们，接着昨天的戏拍的，又来看跳舞来了。老也能说为啥不吃饭，孟子不是说过吗？吃菜能吃饱，为什么要吃饭？今天吃菜吃不饱了，准备干点饭，拌饭。我操，这筷子什么筷子呀？咸辣，哎，没昨天好吃。找着。兄弟们，陈哥请大家吃雪糕。福利，陈哥太好了，我为陈哥举大旗。你们要为陈哥举大旗，听到没？兄弟们，现在下午3点多，下起了磅礴大雨。有个好消息，我就肯定会提前收工。看。日下的哇，好澎湃！兄弟们，经历了一场大雨，全收工了，唯独留下两个男仆啊。到最后，终究是两个男仆扛下了所有啊。